机呢。搞笑啊！哎、欸、，Now we fight。这是老面孔哎、欸，这个在八代就有了，好像九代也有。恩奇度。不知道会很难打，先打他的狗。
原始之盾，身上好像可以偷很多东西，他换一个模式的时候又可以偷另外一个装备，所以不能太快把它干掉。反正他伤害好像也不大。
放大决，很猛的样子。可以偷吗？挤这么多，
该没东西啊。还有。变异了，没死几个，没死几个，最后再打。
可以去网络爬文，要怎么打？像我遇到瓶颈，我就会去看一下。在哪里呀？没有错了，闪闪发光的马，我超闪。对哦，看有没有东西可以偷。找谁讲话？找有名字的就对了，结果都没有名字。异域归乡的男子，哎，有翻译真是太好了。千壳戴帽，这两个字是这么念的。这么快，一打开就看到它。
刚偷到什么？看没看到？姓名不详，只好一个一个问。哦，这一个。嗜血之翼，巴尔海姆地下道，西部行坑道。泽维亚连结桥，不知道是不是在这。
下一下，是这一只吗？对啊，这一只是谁？稀有怪。真的是稀有怪，稀有怪好像有几十只。复活药剩下十几颗，刚忘了。对啊，通常 RPG 就都要这样玩，后面可以善用很多东西。哦，在这里啊，好深入哦。第七终点站那边过去是哪里啊？不过 ，FF 系列风格大概都是这样，都是蛮系统、蛮复杂的，而且要善用很多东西。应该说啦，史克威尔、艾尼克斯的出的 RPG 游戏，大概大致上都很复杂。银河游侠4也是史克威尔出的。欸，没路啊。我通常还蛮喜欢玩史克威尔的 RPG。没想到打一个 BOSS， 打一个讨伐魔物要走这么远。
黑魂系列，你这种玩法 OK 的啦，有很多神人身上烂装备还可以打到破关。这种玩 RPG 的方式，在黑暗灵魂就没有什么用，就是这样慢慢拿装备练这样。四军头盔，这里有什么东西吗？西部坑道区快接近了。
这里怎么那么多敌人啊？我加农炮，整个打一打。没完，一直出现欸，还好我有这个加农炮，爽歪歪加农炮。会出现。
哦，不要走一步就出现嘛，出现一次，寸步难行。出来了，这长得像蜻蜓。大家一起来偷东西，好，没东西了。